中间差别。选手介绍，188号张志明选手，麻烦手举高来。180号林建宇选手，190号陈元吉选手，191号张丰明选手，192号郭凯伟选手，193号黄家宏选手，194号林明义选手，195号吴金龙选手，193号严祥华选手，199号黄福生选手，200号林天进选手。以上是我们80公斤级以下的选手，我们来进行7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弓二头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扩大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，请开始。第四个动作，选手转到背面，双手弓二头肌，请开始。背面扩大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侧面弓三头肌，请开始。接着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与腿肌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七个动作，指定动作完成。我们要在确详细的来做一个评判。